来，游戏结束。15层、16层的优越，优越的什么追求？追求优越，16层舒服。我只能跟你讲，舒服就是舒服。哇 ，horrible， 太恐怖了！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属实是恐怖啊，只能这么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等个3天，所以我还可以再拿到9个代币，相当于是90宝石的价值。但是 I don't give a fuck， 我们要直接在这边把它给抽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消耗多少？700多宝石哦，不到1000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少。舒服，我们就这么说，就是舒服。我们直接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目标第一个，一组的碎片已经不期待了。这个我们只能，这个多拿到就是多赚，但是我不期待，因为我们已经保底一个了。那我们期待什么？期待第一个它的造型，追求真理者，还有动力，然后还有擦拭血痕，能拿到越多越好，最好全部都收到。如果运气有这么好的话，哦，10抽。来，第一个看起来是个卡片，第二个是个卡片，是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哦，国王不是垃圾，追求真理者，第一个目标到手。好吗？然后这边动力到手，第二个目标，第三个目标，擦拭血痕全部到手，呜呼，呜呼，这不就很爽了吗，各位？哦，还拿到一个武器，那两个铁甲的武器，意图。这就舒服了，各位。我是那个韩国超级莫名其妙的 FPS 玩家，但是我不会后面那个啊，要稀巴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全部都抽到了，全部到手，一个10抽，毕业回家，啊啊啊啊啊，舒服，各位。